今天是2020年的6月14号的晚上8点10分，我们现在在腾格里沙漠阿拉善这边，我们明天就要走入这片沙漠，开启我人生的第一次沙漠徒步穿越之旅啊！现在呢还是心情有一点点小激动的，我以前呢也没有走过沙漠，可能经验相对来说还是欠缺一点，沙漠里面。水源如何解决？如何扎帐篷？晚上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风险？包括这个沙漠里面，看那边有虫子在爬，这种虫子会不会咬人？这些问题我们都还没有相关的经验，还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。我们这次不同于以往的是，以往我的徒步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，这次我们要带上一位美女一起徒步啊，所以。更有挑战性 计划呢是走3天的路线，在沙漠里面走3天，3天的路线啊。收拾，我们现在收拾，东西。大家可以猜猜我们这一次的装备有多重啊？我个人觉得45斤。大家猜一猜啊，这是简易的秤。我操，这！不行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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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！我靠，45斤，我感觉都他妈是低估了，我靠！忘得发，忘得发！起立！22，22，这是21.995。21.9，那就22，44斤，你背到44斤，忘的话，44斤，不是，刚是21.95啊，再加一包榨菜22，再加两个面包，就当是22斤嘛，44斤嘛，你背44斤。这家伙，这个绝对是44斤，不对，还有这个，太能吧？这44斤，这面包就带走了。伙计们怎么看？44斤？对于你一个经常爬山的人，这是小事儿。这个先勾上面，别到时候明天忘了。先勾上。你上次爬山都是背到40斤爬山的。这个先给它勾上面。这只不过多了4斤而已。老司机们，这44斤呢，我靠，这简直拉爆！为什么我不减肥？这种身材才能衬托这44斤的重量，不然就显得我太瘦弱了。那这还有个1.5升的水，这个水是我要背的。好，你背，算你的。那我就算一点五升就是三斤啊。那我的是总共多少斤？你的，这是你的背包。这你的背包，这你的背包，我来测试一下啊，多重啊？这个水还有我的荔枝都要加在一起。还有你的荔枝。看我背多少斤的。啊，还有你的水啊，这关键是你的，不是半路叫我提啊？没有让你提啊。还有我的荔枝，我明天早上也要拿。哎，你的荔枝是吧？嗯。我给你称一下啊。这是你的荔枝，拿个袋子装一下。荔枝。不要偷我的水。对呀、啊，就这两个，好像其他都没有。你的背包里面全装的水，谁让你背这么多？我觉得不用背这么多，因为第一天我要给我装。我们第一天的营地有这个有水。我要背的是我第二天、第三天的呀。第一天的你背的傻不傻呀？我们到了第一天营地，我们带了过滤器，用过滤器过滤。不要，不相信你，我要自己给我自己背吃喝。来测试一下啊，你的。你就看我明天要不要靠你，我才不靠你。不对吧？
怎么没有麒麟呢？啊，我这是第一次。10.5。那我背了21斤。21斤。你背44斤。不是你这完全没必要背。我背荔枝，我明天早上边走边吃。这里面有8瓶矿泉水。还有3桶自热米饭，还有一个肥仔快乐水，这肥仔肥仔才喝的这个啊。不要管，肥仔才喝这个东西啊，肥仔快乐水。这里面本身有这个500毫升的，有7-8瓶，真的是疯了。还有3个自热火锅，3根火腿肠。我觉得你的矿泉水可以完全可以拿出来，就背这一瓶就够了。不要。7-8瓶全部不用背。不要。跟你说，到了第一天的营地过后，我们就开始自己过滤水，必须要自己过滤水。你背着这不是累吗？我就要自己背着，沙漠里没有水，我里面只背了水和吃的，什么都没有背。累死你！我又不靠你。你背20斤。多了。你试试看。你这一下总共只替了我背这个一个，这个有2两没有，就替我背了个这防潮垫而已，其他都是我。睡袋呢？帐篷呢？哎呀，帐篷要是你自己你也要背啊，我就给你挤一个帐篷而已。哎呀，你这完全是背这么多水，就是自己是吃饱了撑的。我们带了过滤器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过滤器，这次我带的有过滤器。不管你带啥，我都要给我自己背，以备之患。那你自己看着办。以备之需。反正我已经告诉你了，我们带的有过滤器，你到时候背的累死你，傻不拉几的。自己选择的路，跪着也要走下去。我这里面40斤，因为是一些。必须要用的44斤，哇靠，这个玩意儿 ，My God， 44斤，感觉有点。我是21斤，刚好是你的一半。太疯狂了，你那个完全只用把你的7-8瓶水搬出来就只有，还多少台吗？我背的都是，我觉得沙漠里没有水，你连水都一瓶都没有背，就背了3瓶脉动。我第一天喝3瓶脉动，喝到我营地我就开始滤水了，自己开始滤水。我自己滤水以后，我不喝，我就喝我自己背的水。不行，我到时候再用这个再挖坑和船挖泥水，啊，我这个到时候刨坑，用把铲子。他们说要用铲子，因为我们现在走的沙漠这边虽然有绿洲，但是它这边的水是盐碱水哈，这边有湖哈，盐碱湖水都是咸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就是我们第一天的营地那个地方是有淡水的，那么后面的营地就是没有淡水。所以我为什么买这个大瓶子呢？就是这个大瓶子，因为到了第一天营地，我们把这个。这里面1.5升的水喝完以后，就可以用这个装一大瓶。这个水是我背的，我喝，你只喝你的3瓶脉动。你都不背水，还要喝我背的水，真是的。好。你说你只喝你3瓶脉动，你总共只背了你3瓶脉动。好，随便你。好了，我准备睡觉，明天早上一路进沙漠。再见。这个视频呢，就暂时拍到这里。如果我们。几天之内没有消息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出问题了啊！希望一切顺利啊！